会就是就跟大家进去就会就刚回到酒店嘛，今天外面走了一天太累了，太累了，然后准备待会儿去吃饭。待会儿去吃饭。等一下，我把我这个书打开。播到多久？播到多久来着？都可以。我问你，播到多久去吃饭来着？都可以啊。你确定吗？嗯。我觉得应该规定的时间。播到九点还是八点？看你。随便，你看他手。其实我有点想点外卖。小心一些。给你们看，谢谢荧光棒。为什么从这里开始看？晚上好。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叫什么。我给你们看一眼，我都没看，算了，我到时候再细看吧。他还有那个人物的画的那个介绍，还有人，还有这个不一样，因为我有买他的小说，还有其他的什么纪念册之类的，这个不一样。我感觉我像一个收藏家一样。不给你们看，买个小别的。我在想，要不要露脸？把我的眼镜戴上。我的包呢？关掉。我把帽子戴上。我画了这个，我先看一眼，看一眼今天适不适合化妆，哦不，适不适合露脸。你们好呀，我没有买奥特曼。哎，我这个三万粉直播太敷衍了。我明天给你们直播呀，我明天化妆。谢谢你的26。嗯，什么？你恭喜的方式这么草率？不行，明天重来，我没有化妆，太敷衍了。我说我，谢谢超人的一个用爱发疯。那知道。不行，我没有化妆，我今天不，我这是给你们展示下我的画册。但是我平常不化妆也可以直播的，只是我头发有点乱。谢谢黑猫送的六杯奶茶，我就露一只眼睛吧，我的头发没有洗。谢谢姚大卫送的巧克力。你们不要被电晕了。谢谢威力的荧光棒，谢谢六六送的玫瑰花。我的口罩，去找一只口罩。谢谢烤鱼巧克力，谢谢风来送的奶茶。没有修好，因为是我们两个自己修，就修的比较慢。但我感觉调色还是可以。谢谢烤鱼送的玫瑰花。
些折眼的，应该买。不，我们这次约的是跟拍，就是给我们随便拍，然后我们自己修的一个套餐。我保证不会被冲走。啊，等一下，我好像把那个沙滩铲给扔掉了。但是我好，你可以去买一个。不行，这样子我的刘海变长了。等一下，也不是不能买。算了，头发已经乱了，不直播了，再见。啊，这样子，我这样子可以直播吗？20块钱，我给他砍到15。我他本来不卖给我，我说我要走了，他就卖给我。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怎么我们这住的这边。等我吧。这不一样。哎呀，这好像我的刘海，我的刘海。没有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没有肿哎。谢谢黑猫送的6个玫瑰花。我感觉我好像是毁容了一样。不，我是觉得今天我的素颜不好看。我没有，我连防晒霜都没有涂。谢黑猫送的6个。猫猫侠，我是猫猫侠。怎么还有美颜呢？这个关掉。你猜，我来到了我喜欢的海边。我看得到弹幕呀。我看得到你们发就好了，只是我把我的帽子调低了。为什么可以在网上买？网上应该有那个，淘宝上面应该有。那你们看我眼睛吧，我把我的刘海捞上去，不在，不告诉你。小心被我杀掉。其实我想明天，我明天化妆，但是我还是想，这30万粉的话，不是30万粉，3万粉，还是要庆祝一下。我有30万。是吧？谢谢黑猫送的荧光棒。我然后就看到大家在房间里面刷屏。我就不敢说话，我怕我说话打断大家刷屏的节奏。倒也没有。然后我就看着我的那个鸡腿的收汁一直在变，然后我就感到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决定不说话了。晚上好。没有，这是小本生意，本来我就没有盈利，5鸡腿等于多少钱？你们5鸡腿是5毛钱，我只拿到1分钱，你信不信？拿到1毛钱。我真是小本生意，我又不是直接的那个对接，那就10:1吧，还是多少？我不知道。怎么一毛连个辣条都买不了？一毛。本来以为是大只的，我还在想。算了，这么圆回去。然后我知道了。凑10个我就是1块。我觉得这里物价太便宜了。我最喜欢的西瓜汁在北京要20多，而且还掺水。在这里我只要15块钱，
我就能够获得一杯纯榨天然西瓜汁。谢谢乌龟的六个荧光棒。我也想常住几天，但是我马上要回去，要过年了。但是好像他们说从海，我回来了。不，但是我不喜欢吃椰子，我喜欢吃海螺，就是用牙签的那个海螺。我点了很多，然后被宰了。我们两个被忽悠。我们两个，但是我又学会了砍价。他好像一个去买一个玩什么什么纪念品，他给我出300块，我给他砍到了180。廉价就是猛金色东西。但是我感觉还是亏了。两个现在。不行。我说值就值。不给你们看。这不就来了。我们。就是我气死了，我给。椰子汤不吃了，我不喜欢吃椰子，我喜欢，我就喜欢吃海鲜。然后我们说那海鲜也被坑，拉着我们说我们两个吃不完。主要他特别搞笑的是，我们两个已经拿了一大堆了，他说我们两个太少了，然后转头称重的时候跟别的买家介绍，跟别的客人介绍，你看这两个小姑娘都吃这么多。就他跟我们说我们吃的太少了，给别人说你看这两个小姑娘吃这么多，你们也可以多点一点。猫胆，然后我们的味蕾是还木还欧气都非常的甜。我们两个不像本店，我本来想买他们那个岛服，他们岛服我又没买，我行李箱放不下了。谢谢我非常的，谢谢胖子，谢谢胖子，谢谢胖子。我就跟传说来都来了，然后我们就坐下了，然后就被坑了。导服，谢谢大家送的奶茶。我们就偷偷溜过来。还有，我们还反正我今天见到了很多奥特曼，他们很多很多奥特曼的那个雕塑在那里。对，我们今天去了一个村。不，那是免税店。我们今天去了一个村，然后里面的人穿的都非常的有当地气息。然后我和黄一熙一看就是像旅游的，他们就忽悠我。谢谢 BAD 送的荧光棒。你好。没事，你不用猜是哪里，因为我毁容了，是只需要一个荧光棒才能助力我重回美颜。谢谢一帆，谢谢左眼，谢谢月球，谢谢大力士。我不能当，我毁容了，我怎么办呀？谢谢小圆，谢谢熊猫屁股，谢谢沙丘，谢谢杨大飞，谢谢黑猫，谢谢反法，谢谢各位，助力我恢复。你看我真的，荧光棒。你们想不想我明天在沙滩上写你们的名字？复杂。我写的多好呀！我要给我今天的榜一、榜二、榜三写。这都是我的客户，我的沙滩写字客户。谢谢名字，谢谢，谢谢。有没有人把这个憋憋挤下来呀？有没有人？谢谢明叔。但是我不会把音乐单推加。有没有人？上去吧，这太难写了，我写他那个 ID。谢谢单。什么呀？
我重新开一个，我重新开一个十秒钟的，这叫福利，你懂吗？这几送奶茶，我就不坑你们钱了，我不想坑大家的钱，我真不想坑大家的钱，真的。那就这样吧，我重开一个直播，十秒钟，给榜一爸爸的话。为什么？哎，为什么？好，你们现在不知道吗？现在我的榜一是因为不说了，然后是下不来的飞行器，你们有人让这个下不来的飞行器改成磁铁，这样会好写一点。我说现在的榜一榜二榜三也可以，我要下播，我马上要下播。对，我在沙滩写字。我要写。只需要30个荧光棒，你就可以当榜二。一横一竖，在谢谢月球。对。你做奶茶。你们。你们一点都不知道，我写在上写名字这个含金量。第二，哎，小可爱送我怎么不是榜啊？等一下，超级甜蜜，谢谢小圆的夜底。好了。我要十分下播，并且开一个十秒钟的直播，看看谁是。我就不坑钱，我没有坑你们，真的没有坑你们。谢谢云松的玫瑰花。这可不是我要。谢谢黑猫送的夜底。好了。让我们恭喜我们两个，我们，谢谢三位超人。我先截个图，虽然我只是，随口一说，但没想到这么多人。支持，我明天，我明天我去给你们画个大海吧。谢谢小明送60个荧光棒，我去给你们画一个海。我在备忘录画。我在那写一天都可以，我可以直接去那工作，也不说工作，每天去上海滩沙滩。然后把榜一、榜二、榜三的名字写在上面。这就是我对你们的，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还行，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是不在话下。我都毁容成这样了，你们竟然这样子说我，我都不敢见人了。我你们不能这样子说。我真的毁容了，我明天要拍视频呢。我毁容就是我这里长了一个痘，然后我的质量不是很好。啊，我会自信的。还有就是这里长了几个雀斑。真的，我给你们把磨皮关掉。还有我的刘海没有了，这也叫毁容。我现在没有头发了。
我现在可是有三万粉丝的人了，我有点偶像包袱，怎么了？虽然我看到粉丝是什么什么二号机三号什么什么叉叉三号叉叉二号的小号给我积累成的这个。积累成这个三万粉丝，但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开心。三万粉丝的奖励就是猫猫脸直播。有病的乌龟，为啥要叫有病的乌龟？但我想一想，我一万粉的时候好像还专门直播过，我二万粉的时候没有直播。吧，今天有年会。没有公演。没话。不是，我当时凑一万粉的时候，所有人在取关，我还在那里直播，我说我没有到一万直播，我不下播。然后就到了。什么？明天我们公司年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有春晚啊，你们可以25号去看那个吉林卫视的春晚。什么呀？说了年后不是年会吗？气死我了！不可能，那我应该有年终奖。给我，而且我看北京这几天新增好多，北京这几天新增好多。我有奖，所以我觉得我的离开是正确的。你们怎么不看公演呀？你都不看云公演呀？那没事，不过神龙云公确实。我在直播呀。熊猫屁股，你赶紧去看你的公演。我给他跳一个。不给你们跳，我明天给你们跳。我明天化妆，我明天要穿我一件非常，算了，我明天不能把那个衣服给你们看，因为那个是我 solo 的衣服，不能提前暴露。我穿过这个衣服跳拒绝指教。我觉得他们这里的当地人民，他们很热情。就他们广场舞真的，就是我看你们没有看到我，你们只看到我在旁边，在那里跳。但是你们看中心那个有个女人，她把头发都要甩掉了，我感觉她把头发甩掉了，在那里摇，就是在那里甩头。这话说的荧光棒。我以为是某个部落的那种聚会，就是楼下的广场舞。我又不敢甩头，我不要面子。北京没看过，我觉得我老了之后，跟你们现在他们跳的都是最炫民族风，等老了之后，那里跳的全都是。什么？下课铃声。我只是凑合，我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姥姥在那里，你们只能听到你们能听到夜笛。挺闷的，太闷了。这样子吧，我已经毁容了，不能看。现
现在就是这首歌我不懂，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艾特我，他们抖音艾特我，就是艾特那个你要结婚了这个音乐，然后我就很无语，然后我一点进去看的话就给我推送的全是这些。给你们看，哎呀，谁说的？你也有推送了这个？哎呀，我想想，我的手机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给我寄回去。我把手机，我手机都没问他，因为他是个麦当劳老板，我以为我觉得是他人很好，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我寄回去。这样寄回去的时候就可以放音乐了，我现在没把手机共用放音乐，没有收我钱。我之前有一次手机丢在滴滴上面了，滴滴打车上面了，他送回来非要收我200，然后不然他就不送，然后我就给了他，他就给我送回来，我再把钱给他了，他没有给我快递号，但机场的应该会比较好一些。我丢过，我好多次丢在车上了，然后这次是吃完麦当劳，我就忙着看口袋，给你们说最后一个鸡块被我吃掉了，然后结果手机忘带了，都怪口袋丝吧。都怪这个麦乐鸡块，那口袋不行的，口袋现在已经变成我的生活了。也没有说，我没有说怪你们。日文就算了，我感觉我不写出来，可能像一个简体话。怪我，我。不应该吃这五个麦乐鸡块，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发房间。不，那怪你们吧，都怪你们，谁叫你们问我，谁叫你们把我吃鸡块说的好像我要杀人了一样。本来就是五块。OK。好的，谢谢你昨夜，我原谅你了。这小圆的41个荧光棒，原谅你了，原谅，我们要学会原谅。我家估计要居家隔离，我感觉要居家隔离。谢谢刺猬的60个荧光棒，我赦免你了，赦免你了。这黑猫。我也赦免你了，我也不想染发呀，我这头发是棕发，看出来吗？这是棕发，奶油棕，看头发就想起了奶茶。这种颜色，但我今天在阳光下给我照的好像是金色一样，但是炸毛了。我昨天晚上直播完之后我就没拆头发。然后他就炸了，小铲子也是砍的价，给他砍价，他说20，我跟他说15，他说15不卖，然后我就假装要走，他又卖了，我还是不好意思对半砍。死吧！他骗我们外地人，不，他说价格之前，他打量了一下我和欢喜，然后选择了20块钱。我总感觉他是骗我，
不行，而且我跟你说，这个铁这个铲子最多成本1块钱。这不都还没洗？那塑料的。我连皮包，我最近在抖音上学怎么砍价，就是抖音上学怎么去砍价，就是他觉得你卖100，你先问他40卖不卖，再给他往上加。你一直不知道我们在说，主要是我们铲了之后，然后那个铲子就没有用了，然后也不知道要不要还，也我说要不还回去。他一般说不卖，拜拜的话，我估计就是没有戏了。不好意思，就骗我们。我昨天那天去逛集市，明明那里面东西全都是可以对半砍的，全都这种摊，他非要坑我们。哎呀，那人也花了呀。我怕我要写的太多了，我就给我今天的。没想到，真的太错了。前六位吧，前六位写。你夹的这么多，一二三四五六。这旅游还是开心的，就现在这个天气，刚好就是不热又不冷的天气。因为如果夏天来的话，天气就会非常的热。什么小能手牛脱卡？我的什么？就是现在榜上的前六位，但是你不要对我的字迹把握很大影响，因为我连数字都写不好，我可能我可能连中文也写不了。中文不好写，偷得到的，你给我6杯奶茶，你一定偷得到。哎，英文可以写，我特别喜欢写英文，谢谢你，我感谢。我感谢 BB 是英文，然后小圆的圆不好写，我用拼音代替。陆鱼黑猫也不好写，谢谢几千的5个没关系，都分了3个奶茶。谢谢。你参与，就算你参与了，我也不会给你写的，因为你这个 ID 狗都不写。真狠人，真的写不了。白嫖一个，你猜？这小孩送的玫瑰花。他又不是前六。哇塞，那你又不是前六，那拼音肯定非常好写，我特别喜欢写拼音。我答应了，我初恋大家不是。因为我刚才改口了呀，最终解释全归我。有些给的多的，一般是脸脸，或者是就是。哈。你该看哪个？谁是你老婆？你真有意思。你帮他们回去。我没有涂防晒这几天，因为感觉我不会黑的，我也没有变黑，因为这几天不是很热。前600。哟，看我直播间的现在人数都没有600。再小一点，我就天天去收。真的吗？虽然我们之前红包其实也没之前没有带自己挣，就我不会变黑了吧？我不会去了三亚回去跳公演，我就黑了一个度。我没有变黑呀、啊，还是白的。他其实他们钱还是能挣，但是我上次过年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蔡国言他几百。就是我打算给前六的，今天前六的粉丝写他们的名字。我不会变黑的，我今天在商场里面。我好想冲浪呀！我看他们在那个沙滩上面，就是在那个沙滩上在那里冲浪，我特别想去。而且很便宜，100-200就可以手把手的教。但我谨记我妈教诲，她说不能下水。我明天去拍个水族，我明天去拍
去拍我的水镯，我个人水镯单。不是，你们。不是，瓦卡，你能不能不要说？你就不能配合一点吗？谢谢曲三则单推六的回归送夜蝶，你还回归版？你就是我昨天说的那种回归版，好意思吗？你的夜蝶。我说是真的。哦，备考呵呵，哦，对啊，对，有点好，这样有点尴尬了。你是一个好人。不是，我看到了这个，我就看这个 ID， 但是我现在我突然就是。看着 ID 我就想到昨天，我就非常的难过和伤心，没想到是这样的呀。你们不要说出来，你们真的不要说出来。他没有给我报备，我不知道说的，没给我报备，我不知道，报备了才算。好吧，这下子好了，没事，我们都没有问题，错的是这个口袋失败，错的是这个考试，错的是这个世界。好，可以叫我老公。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店我今天叫爹，这个店他还有卖老，就是可以叫我老公的。但是我想了想，如果让一个男的叫我老公的话不太好意思，然后就算了。谢谢叶罗芬兰上的叶蝶，给你比个心。我想，而且也很便宜，又不是语音版的，你们在这里喊，人家是口袋版的。那确实，猫咪口罩，夜蝶，1、2、3、4、5、6，没了，那就改名前十六吧。不行，前十六太多了，前六。就是前六，设定一个底线。现在聊到什么？现在聊到了结婚的地步。现在聊到了你要结婚了，竟然不是我的地步了。谁现在吃饭？我今年66岁，前六在海，我明天去海滩上给大家留下丰厚的一个御笔。我叫返老还童。你外卖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六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对于我来说它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差一笔就是八，差点大家就要叫我八八了，所以他对我有深刻的意义。哎，你们说难道这不是对我来说有深刻的意义吗？
跟妈妈不是住一起吗？倒过来是九九，假如九九就是长长久久的意思，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长长久久。然后我玩手机，没关系，小超，你不用叫我大哥，你叫我大爸，也可以。可不可以早起？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我了。嗯。什么呀，大爹也可以，你们可以叫我大爹吗？太累了，等我回去看看我的体重再说吧。我主要是其实烦死了，但是早起太困难，我太发语音，早起太难了。我记得我是你们的大爹，其实我都说了，我每天送我一个月饼，我是你们的发子。我们房对，就是房门就还不能关，就是妈妈那里说的。哥弟，总感觉有点做贼心虚，感觉是没做什么。不告诉你们我在哪。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的大爹在哪里？大哥的有没有大爹？你也配？你们都是我的爹。啊，不是，我是用疑问句的语气，不是说肯定。我的意思说，你们都是我爹吗？不是说你们都是。我们无语。我说是你们，难道不都是我爹吗？然后我我是表达很惊讶。你们这些，哎，今天天气好好呀！哎呀，今天天气好，收个生日蛋糕，谢谢祁丹的生日蛋糕，谢谢。今天真不错，这天气真不错。啊，这气球真不错。谢谢我们曲三折大哥，就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转场，一个是用这个生日蛋糕来缓和一下气氛。谢谢左眼的荧光棒。你们，哎，今天天气确实挺好的，你们吃了吗？哦，对，巨大可以，忘了这个事儿，那没事。谢谢巧克力。啊，不夸。太好了，居然隔离就是说不用出门了。什么呀？刚说什么？我就刚开播呀，我问你们吃没有。哼，我告诉你，我们宿舍的窗可是落地窗。二月没几天就要回去了。那我下播让你们点外卖，我真是很体贴。还在美美幻想呢，因为那个上午不知道说那个附近还有正常露脸，还有一个那个饼，那个什么面，想让我露脸那可不是很容易的。我是颜值主播啊，不是，我是小偶像。我是颜值小偶像，颜值偶像。真的很好吃，不锈的那个，就是那个烤肠，就是不正，那烤肠不正。
我不仅是一个有颜值偶像，我还是一个非常溜的颜值偶像。我叫可盐可甜。哦，那我可瓜可花。我自己不好好待着。不，要纯肉饭。我挺喜欢做饭，就是我真的挺喜欢做饭的。今天给我送过来的礼物，好感动呀，好感动呀！你看到没有？懂事的粉丝已经提前开始随份子，生日公演。我回去给你们录一首。我回去，回去看看有啥，我给你们录。你们想看什么菜？我也想演，我特别想演，没有人比我更想演生日，我的生日公演，没有人比我更想演生日公演，我又不是没良心说生日礼物，不生日礼物也没关系，如果也不是不可以。我今晚，哦不是，公演前票退了，很难受啊。谢现充，真不好送的生日礼物。我的生日弹幕不会退回了吧？不可能。我的蛋糕不会也没有了吧？我的小蛋糕也没有了。退了。什么？冷餐谁还没有退？我的成员都不会也退了吧 ？No。那我冷餐的也退了。还是有。好可惜啊。没关系，你们后面再买。你今天退的票换的，真的，真假的？不可能！我知道，我看到我的超飞，他们拍的第一名是3666，第二名我忘了，第三名我也忘了，还有2000的，还有1666的吧，应该是。2666。希望你们回家过个好年。你为什么有皇冠？谢谢露露的沙丘送的夜蝶。对你表达我诚挚的谢意。什么？北京也地震？北京有地震吗？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开公演了，都没有一个底。没有感觉哦，那没事了。四川的都很有感觉。生日谁看这个？我你信不信我今年办两场？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生日那天还办一场？因为我可以办两场。我这场是啥呢？还要做好几天，那没事了。我看一下我第一次办的怎么样，办的好的话就办第二场。真的吗？可以吃一碗可以尝尝尝百岁长生不老。要大办特办，你们懂吗？我要大办特办，必须的。六六只是六六不是勤奋，六六只是话多。因为我新人奖励有一个，然后正常也有一个。
那个现在讲的应该是去年办的，他然后因为延期到今年，所以我今年之后还可以再办一次。我回家可以放鞭炮，我还可以放，我还可以玩玩烟花。不能连这两天，我会累死的，我的应援会会累死的。正常鱼的鱼翅不能吃吗？都不能。我们那乡，如果去偏远的乡下的话，应该是可以放的。回老家呀，回我外婆的老家，他们在一个比较偏的地方，他们还装修了。不能吃，只有鲨鱼可以吃。才不会，但我们家住的那里应该不能放。我看过一个什么电影，我去摘豌豆尖，我最喜欢摘豌豆尖了。哪来的尬我，就叫尬。是顾影送的烈士的荧光棒，即使你的版本叫做隐姓埋名，也依旧掩盖不了你闪光的现实。怎么，我是地主啊，尬死了。我是地主。你们斗不过地主的。烦死了。有没有人斗地主啊？我先出一个八九十勾框 K。 你们好，大我出一个神炸，神炸，然后你们我就只剩一张牌了，谢谢这两个荧光棒，就剩一张牌了。好，游戏结束，地主获胜。我说获胜就获胜了。这玩意烦死了，我不喝咖啡，我给我来一杯。清晨的第一滴露水。我不喝，我可以斗地主玩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的小吃，走路的时候有人让我不要。仙女都是喝露水的。挑食，那种小时候什么菜花蛇，然后游走了，我的童年阴影，真的。没有别墅，我只有破房，我只有破房。怎么？你要来当女仆？谢谢，野马无疆。我是你。我是仙女，哦，我不是仙女，我是美女。我真有，我家全是破房，我全是破房。明天写多少分？不过明天已经把它写完了，因为快要走了呀。黄燕琪，你还出去吃吗？可以啊，你下吗？那我们走。那名字好。谢谢闭关版小可爱送的荧光棒，就算你闭关也掩盖不了你现在出来的现实。你们后面能不能加一个？为什么大家他们都选什么版？什么版？是因为跟我学的吗？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榜一二四五六七八十一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这些都不版本。还有那种，你知道那种鱼鳐吗？就是其实海边有那种鱼鳐，就是用小鱼的脚伸进去，它会咬你，脚伸进去。我给你们想一个版本啊，憋憋。很多人觉得这种很好玩。用爱发电版。黑鹿与黑猫，喜欢六六版，小圆，魔法少女版，叶落风来，单推六六版，沙丘，喜欢六六版。那多好呀！等一下嘛，我先把绑上。景轩，景轩就花城锦簇版，下不来的飞行皮，爬墙溜溜版，现充真好呀。不死先说真好呀，摆烂吧，谢谢小圆的绿色荧光棒。S Y 米高大哥版，姚大飞飞飞起飞版，你们怎么都叫我取版本？我不取了。什么？你不是闭关版吗？我说我不去给他们取名字了，我要去吃饭了。给你们弄个版本，你们可以翻牌问我，你们翻牌问我，我非常开心。没事，那好吧，小贤你叫，我想吃饭版。无敌奥特曼版。谢谢刺猬六的六十六个版，你应该叫做六六永恒版。别说养宠物养那种猫。那你说什么呀？还有鲸鱼能活到3米吗？我走了，你们，你竟然是限定的。先截个图。我给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哎，给前六吧。黑猫送的66个荧光棒。当时呢，我们就上车了，准备回去。我在车上吐了一车。我数一下我的榜上几个人，不行吗？我还没数清楚，等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九二十个。好了，谢谢粉奶茶。不是，我去海边给他们写。我要截图前六。大声的骂。好，一起我们走吧。拜拜。我一直都很帅。再见。